柔道是一项武道的运动，它是起于理，止于理，尊师重道。那它是透过脑力与体力的一种积极运动。那学习柔道的过程里面，首重于附身导法。那柔道的附身导法，在于我们的生活及运动场上，都能够有效的去保护自己，是非常值得去推广的一项运动。那透过柔道的训练的过程里面，可以让学习者能够养成坚韧不拔的挫折容忍力的那种精神。那柔道是一个以柔克刚、借力使力，是两拨千斤的运动，所以它必须透过有良好的脑力与体力相配合。